其实和常规版的这个鞋垫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宽度啊是几乎一致的。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个 Zion 三代的 SE 版本。其实你拿到实物之后啊，你会发现整双鞋它其实改变的不仅仅是运动气垫啊，鞋面的材料呢，它也由这种织物的面料啊变为了这种短毛麂皮的面料啊。整体这个皮质的鞋面啊，摸上去还是非常的高档。然后侧面呢，这边它原有的那些热熔材料也改为了这种刺绣的工艺。然后后跟这里呢，它又用上了这种长毛麂皮，然后配合一个 Zion 的 logo。中足的绑带弹性倒不多，但是足够长，还是可以去给你一个很好的贴附的。鞋舌部位倒没怎么变了，常规版本会有一个 shocked word，但是这次 SE 版本就没有。中底外侧的支撑啊，它和普通版本一样啊，前掌会有外底作为上翻，然后后跟部位还是 TPU。啊，看到鞋垫，我发现啊，它把它 shocked word 给改到了鞋垫上。整体的鞋垫呢，就是全掌的 Formula 23的泡棉包裹着全掌的一块 Zoom Air，并且呢，它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支撑。然后外底部位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些防侧翻角啊，包括内侧啊都会有啊。它改为的是全掌的橡胶底包裹着前掌一块水晶底。其实和常规版的这个鞋垫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宽度啊是几乎一致的。首先上脚啊，很明显的就是 SE 版本啊，它的鞋楦和近期发的 Zion 三代几款配色的鞋楦是一样的，它都是有改过的，但是它并不是说改宽了，而它前掌这一块啊没有首发配色啊那么紧了。首发配色我上脚啊，就像有一个手啊在牢牢的掐住你的前掌一样。那很明显这样的改动呢，它可以适配更多的脚型，但是那种真正的大宽脚啊还是劝退了。然后中足这个绑带呢，它对你的脚背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要求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我的脚背属于略高一些的，然后我的这个绑带啊离它的这个搭扣，它搭扣在这里，就我的这个绑带啊只能勉强的去搭住它的这个搭扣，如果你的脚背再宽一点的话，就这个搭扣你就搭不上了。然后这个搭扣当你搭上之后啊，中足部位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这种包裹的。然后整体的中底它不像普通版本，普通版本呢它的那个前掌 zoom 啊可以给你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弹性，它换为全掌 zoom 之后啊，它会偏软一些啊。整双鞋其实在你压马路的过程当中啊，它的这个脚感是非常的舒适的，就是那种 QQ 弹弹很软的感觉啊。但是在你实战的过程当中啊，它的这个全掌 zoom 的缓震极限肯定是没有前掌扇形 zoom 配全掌 formula 的泡棉来的好的啊。就具体大家可以参照勒布朗十一。反正 SE 版本，我觉得它的设计，包括它的用料来说啊，它会更适合我们去出街啊，就前提你脚型得适配啊。实战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普通版本啊完全足够了啊。然后目前 SE 版本才发售，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，好吧？那么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